家好，我是秀郭秀玉。今天想和大家介绍的一首歌是从我的首张创作专辑《抽象图》里面的《Yesterday》。那《Yesterday》这首歌呢，是我两年前吧生日隔一天写的一首歌。那时候的生日，有朋友从远远来找我，只是为了和我一起庆祝生日，我觉得非常感动。然后没有想到自己有什么是值得人家在乎的，所以那时候很感动，有人来陪我过生日，觉得其实是有人在乎我的。所以歌词里面都有讲到，发觉有人在乎我，原来有人在乎我，所以希望大家会喜欢 Yesterday。 在无言的瞬间，泪也掉了，原来有在乎我的人。大家好，我是秀郭秀玉，一上网就听音乐，银河网络电台 iWant Radio。